哎，我电动车呢？只剩一块布了。完了，我电动车在别人偷了。完了，我电动车被偷了。媳妇，我们的电动车好像被偷了。我刚才下去只看见这块布，没看到电动车。什么？电动车被偷了？你停在哪里的？我停在楼下的。是不是楼下的人把你推去停在旁边了？不可能，他推我的车，那我的布也把它扯下来吗？你看，媳妇，你看我这个布，他是用剪刀把它剪断的，我的车肯定被偷了。不可能，你那个车那么旧的，卖贵钱都卖不到几块钱，谁会偷你的车啊？我刚放了电瓶，又放了轮胎，将近罚了800块钱，还充满了电，肯定被偷了。啊？走，我们赶紧下楼再去找一下，找听着找人打听一下。你在家，我出去去找就可以了。你在家好好带着小兔兔啊，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我住在这里，那楼下就有个摄像头啊，啊，那天我电动车是停到那里的，要停到这里就好了。哎呀，害得我背时啊，哎，倒霉啊。哎呀，今天下着雨，还要去打听电动车，看有没有别人看得到。这里有个小卖部，我到里面去打听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推我那个电动车到这边来。大姐，你看到有没有人推那绿色的电动车到这边来啊？绿色的？啊，没有看到。没看到？我那电动车没看到了，看你看到，我就停在那个做衣服的楼下的。做衣服楼下？啊。没看到，啊，他没看到，我会到别的地方去打听一下，看看别人看到没有。我那电动车肯定是被别人偷跑了。哎呀，这两边的店面都没开门呢，哎，要开门就好了，可看得到。这里只有两条路啊，他不可能，反正他要走一条路，不是走这条路就走那边那条路，啊，他不可能飞着走吧？这两边店面都没有开门呢，啊，这里有个摄像头。那小偷要偷东西，偷我电动车，他肯定要从这边经过。我还是回家跟我媳妇商量，还是报警吧。嗯，媳妇，我回来啦。回来啦。啊，找到没有？我附近两边都打听了，都说没看到。我就看到那头有个摄像头，这边也是个摄像头。我们还是报警吧。他那小偷肯定是走这边也好，走这边也好，他肯定也拍得到啊。我们还是报警吧。那也只能这样了，报警吧。啊。哎，评论区的兄弟姐妹们，你看我是报公安好还是报交警好呢？在评论区留言啊。我刚才在路上，饺子脑子一想啊，有事找警察叔叔，我还是去找公安，我去报警，把我的电动车找回来。走，跟着我的镜头出发。我那电动车被别人偷了，我要报案。我的电脑是停在小学的做衣服的楼下，哎，只看见这块布，这个布还是用剪刀是什么的把它剪断了，啊，是啊，反正就是两条路嘛，一条往这边那个马路上，一边是小学那边嘛，就两个监控，他总是要走那两条路出来。我是放到外面那个他楼下那个监控肯定是照不到，我靠着墙那边放的，马路上那个超市旁边不有个监控吗？那个监控有没有用啊？照不到啊！初期我回乡下了，我今年过来，今年没看到了，反正就是这几天嘛。那警察叔叔也跟我说了，他尽量的帮我去查，他说我那个电动车好查，他又是很少见，就是宝蓝色的，他一般街上红色的、黑色的很多，那个颜色的很少。他说有希望啊，帮我去找一下，可以找得到。我说也辛苦这位警察叔叔了。媳妇，我回来啦！回来啦！啊，警察叔叔怎么说啊？找到没有啊？我们的车不是18号丢的吗？那警察叔叔是说查了一下，就17号、18号，他那摄像头坏了，没拍得到。这么巧啊！就那两天摄像头坏了。啊，警察叔叔也说了，他会这两天到这附近楼下，会来查访调查的。他要我们在家耐心等待。哦，那也只能这样了。是啊。我们报的案了。心里也有底的，我们只能在家耐心等待。我现在只有这一辆电动车了，偷跑了一辆。我今天到家里面，把我家里拴狗的那狗链条、那锁都带过来了，我把它拴住，再不能偷跑了。我嫌那辆电动车就是没有报警，这辆新的就有报警。
啊，你看别人怎么去偷，我现在把它拴住，我来把它拴住。我把我家里拴狗的链条都拿过来了，还带了一把大锁。你看，这别人怎么去偷？他再搞的动不，我这么大一把锁，嘿，我现在把它缠住，我让他偷，我让他偷。现在我把这把大锁挂上去，把它锁住，偷啊，让你去偷啊。现在我把车五福大绑的把它锁好了，这一下你去偷啊，你十个小偷也偷不动。只能拿火去烧了，拿电焊去烧了。家人们，千万别告诉小偷啊！家人们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得不说的事情：东西被盗，感觉拿不回来了，还是要报警，还是算了呢？如果东西被偷了，又达到了路行标准，你去报警，警察就会受理。你的报警，不仅是为了拿回你的钱和车，也是为了回馈这个社会，给实施了犯罪行人的一个制裁。如果有更高一些想法，就是你为打击犯罪出了一份力。所以各位家人们，请你们也为打击犯罪出一份力。不匀人就不会纵容。媳妇吃饭啦。今天怎么就炒两个菜啊？我们的电动车不是被偷了吗？我们现在要减支持省用，把那电动车省回来。省回来啊？那得要吃到什么时候才能省回来哦？吃到那电动车省回来为止就够了。哎呦，那我都要瘦一大圈了。瘦大圈我不跟着一起瘦吗？是不是？